卡片斗争先导者系列的最新手机游戏先导者 Zero 已经在日本地区正式推出咯。游戏收录了大量原作动画片段以及 BGM， 并将原先游戏的规则进行了简化，玩家能够自组一副套牌，在主线故事中和 NPC 对战，或是连线跟其他玩家对打。在角色账号升级到八级之后，还会增加小屋系统，让你可以自由摆放角色和家具，让你在激烈对战之后也能够看着可爱的小屋放松一下哦。